那么另外我们今天北投里长有二三十个人过来了，那么我们最主要的目的，我们当然不是说全面都没有条件让他做，我们当然说你们该，我刚才讲听你们想的话，没有可能说真正是反对，只不过说他有些技术式的瑕疵，或者有些那个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，那个交通环保什么东西，那么这个我是认为你们要加油，但是我认为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反对。我们里长来的主要最主要目的，其实我们真的很赞成，因为我们希望北投人来越多越好，我们开这个缆车的话，可以把那个往士林那边的人拉过来，另外可以观光人潮可以进来，有人潮就有钱潮，这是我们原则。那么有钱潮就可以制造很多就业机会。我跟你讲一下，北投所有的问题认责啊！我跟你讲，不要为反对啊！对，我现在讲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地方啊！风度，风度，你们是带来的，来当打手是不是？我问你，你们是要当打手？你坐下去，我怎么没有说过？不到你那边，上海有人，我跟你讲，我有跟他讲过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再到他那边去，你够了，我都来了。我你请你工作好一点，你跟他讲过，我要回答你一句话。我问你，你请你坐好，这是我花园的权利，你没有机会给我挡，你不是主席，你就坐好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我讲过，请让我说完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那么。你们花园，你们在鼓爽，反对你们就鼓掌。我花园，你们中间要插队，可以吗？不公平吗？好，谢谢。讲过了，没有讲过了，就可以讲啊。